下节目讨论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，与本台立场无关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日坐在我身边的是任中华医师。任医生你好，好，来一个 ，OK， 你好。check 下新方法。咁啊，今日咧，我就想同任医师倾一倾，咩叫新冠状病毒啊？冠状病毒咧，其实系一个唔系新嘅病毒嚟嘅。喺呢个电子显微镜之下咧，呢个病毒咧系圆形嘅，然后喺个面嗰度咧就有啲尖刺突出嚟，咁就好似皇冠一样，所以叫做冠状病毒。咁冠状病毒咧，有时咧就会变形嘅，变形咧就变咗，除咗伤风感冒之外咧，仲有好严重嘅病状，所以叫做新冠病毒。病毒就系咁解。咁而家我哋喺世界爆发呢个病毒咧，就系新嘅冠状病毒啦。请问你点解叫做 COVID-19 咧？COVID-19 咧，呢个名称咧就系世界卫生组织喺去年二月系俾呢个病毒嘅。COVID 咧就系 CO 就系 corona 就系皇冠啦 ，V 就系 virus 病毒啦 ，D 就系 disease 病叫病disease。19咧就系2019年发觉嘅，所以呢个病毒咧叫做COVID-19。咁 COVID-19 个学名咧，就叫做 SARS-CoV-2， SARS 咧就是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。咁 SARS-1 咧就係2003年喺香港同埋南中國嗰個病毒。咁而家呢個新冠病毒咧就同呢個 SARS 咧就好相似，咁所以叫做 SARS-CoV-2， 就係咁解啦。其實依家個 COVID-19 咧就有幾危險，同埋影響到有幾多人咧？呢個 COVID-19 係相當危險嘅，到而家為止咧，全世界有6600万人感染到呢個病毒，咁就有150万人死亡。喺美國嚟講咧，就有1500万人有呢個病，別人就死咗28万人，所以係相當嚴重嘅一回事。COVID 嗰個潛伏期係有幾耐嘅？潛伏期就是2日至14日，即由接觸呢個病毒到病開始咧，就係2日至14日。哦，咁都係有一段時間嗬，即係可能你染咗都唔知道。係，就未有病狀之前咧，3-4日咧都會有可能係會傳染俾第啲人嘅。亦都有好多人有咗呢個病唔知道嘅 ，asymptomatic 唔知道，咁啊自然會產生抗體嘅。有咁嘅可能，即系佢自己系唔会觉得有病，咁佢又冇事，又好翻。有嘅，有可能嘅，好似感冒流行性感冒都系咁样啫。点样可以睇到系 COVID 咧 ？COVID 呢个病状咧，同普通流感同埋普通感冒咧系有时好难分嘅。发烧啦、头痛啦、鼻塞、喉咙痛、咳等等都系。流感和普通感冒的症状一样的，那医生来说就真的很难分别了。有时呢这个COVID 呢会影响到这个味觉和嗅觉，失了知觉，失了感觉，也都有这个机会影响这个呼吸系统，机会比其他病毒机会高一点。不过呢就80% COVID-19 的病人咧都是很輕微的症狀，大部分人都 recover 嘅，只有大概2% 的人是死亡。任醫師啊，咁請問你呢個 COVID 係點樣傳播嘅 ？COVID 傳播咧喺空氣。咁如果你同一個人近距離接觸咧，咁就個機會就當然增加啦，戴住口罩就好啲啦。咁定用有第二啲方法可以傳染嘅，譬如喺硬物個表面上咧，睇下，譬如喺衫咧可以生存2-3日，喺好硬嘅 stainless steel 嘅不鏽鋼咧可以3-7日，若果喺冰箱入邊咧可以成個幾兩個月嘅。咁如果你接觸到呢啲病菌，
又摸你的面或者是捽眼呢，那就会感染到啦。一个人平均呢一个钟头呢是点个面16次，那就很容易有感染到啦。正如你講到那些東西就在個冰箱裡面可能都會感染到這些 COVID 啦，我們吃，如果到時我們吃東西會不會都會感染到？食物傳染是有兩個問題。第一呢，就是如果這個食物的表面是有病毒的話，那你碰到這個病毒又出眼或者是出鼻，那就會感染到啦。但是根據呢個美國呢個防疫中心的意見咧，就係食咗落肚嘅 COVID-19 咧，就唔會影響一個人。哦，嗱，咁嗰啲動物啦，或者係自己屋企嘅寵物，會唔會都會感染到 COVID 嘅咧？有啲報告係話貓狗都會受呢個 COVID-19 嘅病毒影響嘅。點樣先係診斷到？話你係 COVID 染咗 COVID-19 咁啦。如果你有傷風感冒嘅症狀咧，咁你就可以去好多地方做呢個COVID-19 嘅 test 嘅。華盛頓州政府啦，同埋好多私人嘅機構都有呢個測試可以做嘅。咁就有兩種測試係 check 呢個新冠病毒嘅，一種就係你唔舒服嘅時候。看看有沒有感染到這個細菌，當時有沒有感染到。另外一個呢，就是看看你有沒有血裡面有沒有抗體、okay? 如果有抗體的話呢，那你就不會有這個感染的危險啦。抗體是不是因為你已經是感染過？是、如果你接觸過或者是感染過這個細菌的話呢，過了兩三個星期之後呢，你有可能有這個抗體。咁抗體 last 幾耐咧？維持幾耐就冇人知啦。如果我真係唔好彩啦，染咗 COVID-19， 咁我應該點做啊？第一唔使太驚，因為大部分人都係會痊癒嘅。OK， 咁若果你係有 COVID-19 咧，最好最緊要就唔好傳播俾第啲人，咁啊儘量留喺屋企啦。咁啊就亦都要避免唔好傳俾屋企人，所以喺屋企入邊咧都要戴口罩啦。手套啦，同埋盡量避免同家人接觸啦。咁若果係你啲症狀係比較嚴重啦，肚屙啦，或者係呼吸系統有問題啦，咁就要去急症室。